要不你就不要饭了，你亲自给他们唱一首歌。好、啊。对，王菲哥出来之前，我感觉应该给你们家里面唱一首歌，然后你就不用自己放音乐了嘛，就你刚王菲哥放了一首音乐嘛，然后我就感觉还是他自己唱。你们觉得呢？就是边唱歌，然后就露出来，这样子跟大家见面，送给大家一首歌，来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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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先让我唱首歌吗？对，王菲哥唱歌可好听了，而且你现在是带着就是好心情，好就是跟大家见面，所以说我感觉你应该唱一首歌。没有，就替直播间，就替直播间各个级数帅们的啊，不知道他们一会儿又生气了又骂人了。你们说啊，先唱首歌。不用啊，就唱完一首干嘛就可以了呀。但是，那你为他们行不行嘛？不知道一会儿他们生气了又骂人了就不好了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家人们，王菲哥，主要是我想听你唱歌。哈。主要是我不这么说的话，平时你又不给我们唱歌，真的是。家人们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支持我啊！我这个说法就是让王菲哥出来之前就带一首，就是你们见面的一首歌，然后唱这首歌，然后他就出来跟你们见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看他们又说你们都在骂。那你们觉得可以的话，你们可以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支持。行了，那咱不啰嗦了，咱不啰嗦了，先不唱歌了吗？是吗？那不唱歌了吗？直播间各个级数外面他们说不行，那我们就不唱歌了吗？啊，直接出来了啊。不行的话没事，我只是觉得啊，不行的话不听的话没事。那咱们继续吗？来，不用继续，咱们直接出来了，就。来我看你们猜的，你们猜一下，看你们猜的对不对啊？觉得我是，觉得好多人都扣一，好多人都是行哎。觉得我是，那个四五十岁的大爷的啊，不是就五六十岁的大爷的话，公屏上打两个字大爷。觉得我是三四十岁的大叔的话啊，四五十岁的大叔的话，你们就公屏上打大叔两个字。觉得我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话，就股票打打什么？二三岁小哥哥，怎么样，家人们？什么小哥哥？哦、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！不用打帅哥，就打帅哥。你们觉得王菲哥是二十多三十岁的，你们就打两个字帅哥。不是。就打帅，就打帅哥。昨天就以为就有很多人说啊，有个人说是大爷了。谁说我是大？谁说的？不知道，刚刚我看到的。没有，长得不帅，大。帅哥的都沉到一百了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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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来，我们直播间七千人了啊！来，开始。开始，要不要有点气氛？然后，直播间各个结束，咱们现在七千位各个结束上面啊，我在这个漏机之前，我在跟大家见面之前，昨天我是不是答应过你们一样啊？答应过你们啊，就是给你们一个见面礼。还有没有人记得我昨天给你们答应过你们要给你们一个见面礼？对。但是这个见面礼我是真的想了一天晚上，我不知道给他们什么见面礼。主要是昨天晚上家里面也一直说不要。真的，因为我直播间我不能挂小黄车，我不能给你们送什么啊，所以我就不知道给你们什么见面礼。然后这个见面礼的话就这样子，我先欠着你们的好不好？直播间各个级数帅们，现在七千位各个级数帅们，我王菲欠你们一个见面礼。这个见面礼的话，你们一日以后。我以后再给你们好不好？因为现在的话我直播间也不能挂小黄车，不然我可以送点东西给你们什么的啊。感谢雨后送来的墨迹，也不能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能给你们交话费啊，发红包什么之类的，我都没法通过这个手机给你们呢。这个福袋的话，我是全程发着嘛，然后我就只能先欠着啊。来，直播间各个结束外面啊，我。
我们认识四个月以来，我王菲现在欠你们一个见面礼啊，你们帮我记着，以后我慢慢给你们补上。还有，我可以答应你们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你们让我做了，我都必须要去做，必须要去完成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各个姐姐帅们，你们希望我做的，也或者是你们想让我做的一件事情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你们说了，我必须要做，这算是见面礼的其中一样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，王菲，闪亮登场。要不要我来转镜头，家人们？要不要是要我？你来转镜头吗？来，欢迎。来啊，支持王菲的，公屏上打两个字支持，好不好？啊，没有，咱也不是颜值主播，是不是？咱们也又不是靠颜值吃饭的啊，颜值肯定是让你们失望了啊。就是王菲哥在我们这边晒的有点黑，家人们。没有，对，他们这边我们这边都是很黑的，家人们。他们这边只要你们过来，就一个月左右就会变黑的。之前我来的时候是挺白的，现在过来这边四个月了，现在黑的跟他们歌曲不一样了。阿美都比我白了，现在来你转镜头吧。现在直播间我们直播间马上八千人了啊！来，我们直播间八千位哥哥姐姐帅们啊，支持王菲的，公屏上打两个字支持，好不好？然后王菲直播间没有管理员，如果你们想做管理员的啊，我可以升职你们成为做管理员，把这些小黑匪就他们来我直播间骂我的，你们就可以把他踢到直播间去，踢出直播间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来十，是不是要数？让你心里面做好准备。不用再数了，一会儿他们又骂人了啊！我数快一点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咦，哇，这不是帅哥吗？刚刚说大爷的是谁呀？啊，刚刚说大爷的是谁呀？不要害羞，王菲哥脸红了，加吧，王菲哥脸红了，加吧。我们俩一起出来，一起出来。嗯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刚刚谁说的是大爷的？别啰嗦了，我这不是数得很快吗？没有啰嗦啊，也没有啰嗦。就是黑了一点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们这边紫外线特别强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你快点，有福气相啊！什么？你们不要这样子。有没有？你们看一下。什么？他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都说有福气相。什么是福气相呀？你让他合起过来，让他们看一下嘛，他们还要截图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截图、截图发一下抖音的嘛，对不对？截图吗？有人截图吗？那我比个手势，你们要拍照吗？来，我准备好手势啊！你们截图的时候，我数到三二一再截图啊，不然的话我不好看了，家人们。三，王菲哥你也比一个嘛。嗯，不比。一会儿你们发给我们啊，你们可以发在评论区里面。帮阿美拍个照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拍。来，三二一，拍了吗？来啊，现在开始，我刚才答应过你们了嘛，对不对？要承诺你们一个，就是你们让我做什么啊，咱们的见面礼就是啊，你们让我做什么，我都要去做。来，我听你们的，公屏上打出来，任何要求。就当做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个见面礼。这屏幕上你们在，阿美好美，我感觉应该是王菲哥要帅一点吧，家人们。没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是王菲哥帅呢，还是阿美？阿美漂亮，阿美漂亮。阿美漂亮是孤色的嘛，谁都是可能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。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王菲哥，是不是？什么七一个？谁呀？什么七一个嘛？哥谁七一个？哥娶不起一个吗？